要问我从哪里来？唔谈梅花，从边边来？我就是从神那里来。我就是从神那边来。我就是从那个有爱的那个教会来。我就是从那个爱的教会来。我的教会叫义人之家。我的教堂有义人之家。义人之家有很多奇怪的人。这里平生之间有真一些奇怪人。他们的情绪非常的多。伊人的情感真正会痛。他们的生命过去是充满流浪的生命。伊人的生命过去是充满了流浪。是不稳定的生命。是不安定的生命。常常生气的生命。常常生气的生命。刚才的那首歌是我的一个表哥他所写的一首歌。那块条歌是我一个表哥所写的歌。我的表哥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人。我的表哥在台湾也是一个真正出名的音乐人。才不久，从马英九先生拿那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终身成就。在无久的之前，我都感觉在马英九总统的手中拿到一个真正大奖。可是不快乐。但是你不快乐。我过去是歌手，也不快乐。我过去是一个唱歌的人，我也不快乐。我在电视台唱什么歌呢？我在电视台唱的歌呢？我随便唱一首歌给你听。我随便唱一首歌给你听。哎呀，我要用我们牧师的这个吉他。我没有想到要用这个部分。我想今天很特别喽，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特别喽。我爱把人句吼讲无啥好，咱的手无啥共吼，好嘞，怎么样？最棒的事是因为生命有主。
我当今发现啦，对好的就是我的生命有主耶稣。因为有主耶稣啊，因为有主耶稣，我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了。因为有主耶稣，我感觉我的生命不会再难看。我每一次到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一直到我到底一个聚会点声。以前呢？有咋？我第一个就要问我今天的演唱会要有多少钱。啊，我古早我都未未顾话，是我当今的这个演唱会被谈过哩。如果没有讲好那个价钱，我大概不会唱。那是讲我无讲好的价钱呢，我是未唱的。但是认识这位主，但是今晚要去为主教。我知道。我怎样？谁领我到这里来？就追求我搞起来。我要在这里得什么？我要到这边探他们。我要在这里做什么？我要到这边做他们。因为我知道在他的里面，因为我知道在他里面有丰盛的荣耀，有丰盛的荣耀。在台湾有一首闽南歌，在台湾有一条福建歌，大家都很喜欢，它叫做《金属歌》。大家都说这是来自槟城神教会的一首歌，这个是来自槟城神教会的一条歌。金家河来信耶稣，金家河，金家河来信耶稣，金家河，有无？有无？有，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金家河来信耶稣，金家河。林义中所写的，这下底段不是我一个好朋友，名叫林义中所写的。主耶稣真好啊！主耶稣真好。我要来俄罗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听到我的欢度，和我打地球。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感谢主。耶稣真好，耶稣真好，耶稣真好，耶稣真好。每一天我都领受到耶稣真好。大大姐，我们也受到耶稣真好。如果不是因为耶稣，那是不是就因着耶稣？爱美的生命还在流浪，爱美师母的生命搁大滴流浪。真正坐的歌星、明星啊，拢总在滴就吸毒，或者是吃药，啊是吃药。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快乐，因为伊的生命无快乐。但是遇见主，但是遇见拄着主耶稣，他们的生命，伊人的生命向后转，要后背转，转向十字架，转向十字架。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吸引他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让吸引你能够加注意到这，那是一份爱，那是那个时候分的爱。后来啊，后来我从演艺圈的工作，我到第一这里搬戏的工作，我开始去教书，我开始去教书。为什么去教书？为什么去教书？因为我觉得做歌星根本不是一件好的事业，因为我感觉做歌星啊，不是一个好的事业，因为不快乐，因为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明天掌声还有没有，我不知道。明仔的掌声够无，我不知影。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台湾有一个真正有名的歌星，他的名字叫周杰伦，艺名叫做周杰伦。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母亲为他的生命祷告。有真正侪人要知影，伊的母亲啊，为着伊的生命来祈祷。他的前脚已经踏进教会，伊的几脚已经踏进教会里面。可是他不愿意承认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伊却无承认伊家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怕告诉很多的人，很多的一些喜欢他的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会反对。因为伊惊伊的这个粉丝啊会反对。他很想结婚，他真的希望教会，他交到一个非
非常漂亮的一个模特儿的女朋友。伊交了一个模特儿的女朋友。他问他的歌迷。因为伊的歌迷。如果周杰伦结婚了，你们还会喜欢我的歌吗？那是讲周杰伦结婚了，你会喜欢我的歌哦。可是我对他非常有信心。但是我对伊真有信心。我知道他有一天。我知影伊一天。他会成为我们的弟兄。伊就会成为咱的兄弟。只是他现在。只是伊当今。还没有被释放。阿未他的套房。很多的艺人的生命需要被释放。真正侪艺人的生命需要被套房。他们必须在他的人生的框框里面出来。伊人在那边大滴，伊人的人生的消音厅里面行出来。怎么带他们出来？安怎传扬出来？需要把更多的福音给他们。需要将更加侪福音传给人听。台湾的很多的电视剧里头有很多的基督徒，你们知道吗？台湾的电视界有遮侪基督徒，你知影无？因为教会是音乐人的出生地。因为教会是音乐人的出生地。在教会里头，你看看那个 Jeremy， 他在那边打鼓。有一天，我知道他会成为神君尊的祭司，要成为世界的音乐宣教师啦。感谢主，你看到这 Jeremy 在这边拍歌，点声你知影，将来点声伊要成为一个世界上教书上的榜样的人。台湾有一个真正有名的福建歌王，他叫洪荣宏，伊叫做洪荣宏。他的孩子大概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鼓，伊的囡仔大概三岁，他们才开始拍鼓。如果我们把那个该做的事情放在神的时空里面，那是讲我们将该做的代志放在上帝时间上。你把你健康的主权交给主。你将你健康的主权主管交给主。你把你家庭的问题交给主。你将你家庭问题交给主。所有的事情都会被翻转。隆重的代志，隆重被都对来。我刚才说的洪荣宏。我刚怎么讲的洪荣宏？在台湾非常的红。在你台湾真正红。红到有一天黑道哈找他拍这个电影，拍那个什么，他都没有时间。红得侪抗战，就是迄个黑社会来找伊来拍伊部，对不对？最后那些黑社会的人没有办法找到他的党旗，让他做他们要做的事，就往他的身上一砍啊！都红得侪抗战，就是黑社会找到点声来人帮伊拍伊，结果又伊人都斩伊多，砍他很多刀，斩伊遐侪刀，他差点死掉，伊叫螺丝。后来他躺在医院里头。后来一天就在老人家的里面这么一躺呢，这样睡一下睡好几个月，真的赚不到，要赚的钱都飞了，爱赚的钱都赚不到。后来洪荣宏呢只好一直等机会，后来洪荣宏直接在你等机会，喝酒，天天喝酒，大大只饮酒，但是谢谢主，但是感谢主，他的人生向后转向十字架，伊的人生倒头变来转向十字架。今天的洪荣宏，今日的洪荣宏，每个聚会他一定去，每次聚会一定要到。主日崇拜他一定守住，主日崇拜一定要守住。他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来服侍，伊带着伊的囝白白来服侍。弟兄姐妹，也是姊妹，一份爱，一份的爱，他改变了，伊改变了。我自己现在的工作，我当今的工作，就是特别为台湾的很多的艺人一起来服侍他们，就是为了台湾的艺人来服侍主，在台湾，在你台湾，然后呢，我也去欧洲，我去欧洲，欧洲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欧洲有真济中国人，我也去美国，我也去美国，特别去拉斯维加。特别去拉斯维加斯，我也到中国大陆去。我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上亿的基督徒啊！中国大陆有上亿的基督徒。三次教会的，地下教会的，还有一些哇，多到我们数不到。政府的三次教会跟地下教会，地下的教会，虽不虽然要，
我也到马来西亚很多的地方。我也到马来西亚讲几节所在。我也到印尼。我到印尼。我特别想到在印尼的地方。我特别想到到底印尼的所在。我去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我去到一个真正外号。哇，那个教会看起来像很大的城堡。已经到会看起来像一个真正大的 castle 呢，城堡。那一场的聚会完了之后。一个调的聚会了嘞，不是？我就问那个牧师说：“牧师，你的教会这么的大，你的教会里面是不是都是有钱人啊？”我问了那个牧师讲：“你教会安尼大，你教会里面是不是真济有人？”我是随便问的。我是随便问一下。后来那个牧师告诉我：“啊、哦、，Amy， 我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工人。”后来这个牧师就跟师母讲：“我的教会隆重是做工人。”我说：“哇，那个教会的盖的钱哪里来？”啊，你看来呢，起建教会的钱从这边来。他告诉我一个见证。伊就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呢。伊讲有一天。平安夜的一个晚上。到底12月24号呢？夜暗暝。他说那天我们有个很大的聚会。到底你去买我有一个真大我们庆祝平安夜那个晚上我们有很大的聚会我让庆祝这个圣诞节的真大的聚会突然听到一个很大的响声嘣嘣嘣响声出来了忽然间我听到这个真大的声音嘣嘣嘣有两颗很大的响声的那个炸弹爆开都有努力的炸弹炸起来一炸，教会全部都摆平了。一炸，教会拢都没了。什么都没有。毫无都连灯都看不到。连那那灰幕。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想的。晚上哦。暗暝。所有的灯都没有。隆重的会拢都无。听到有嘣的声音。听到嘣的声。很害怕。真惊呀。大家都趴在地上。大家拢屁在涂骹里。没有声音的时候，无声的声，大家说你们还在吗？还在吗？还在吗？刚才讲讲过题哦，过题哦，过题哦。牧师就说：“你们赶快把你们的东西拿回去，回家，回家。大家第一件事情，先平安的回家。”牧师就讲：“他们家的面对头上物件平安的对出。”他们每个人在地上抓抓抓抓自己的东西走。伊拉都到底拖卡位，揪揪揪揪揪揪到家己的物件都走了，没有人受伤，无半个人受伤，一个人都没有受伤，一人拢无受伤，很多的衣服都烧焦了，真正是衫裤拢烧焦。那个牧师呢，抓旁边，哎，还有一个很大的包，不知道是谁的，就问这是谁的包？伊牧师都同样摸到一个包包，伊袂讲是谁的，没有人说那是他的包，无人。无人知影是一罪的。他就把那个包包放在他的车子的后车厢里面。伊就将那包包将放到伊车的后背位。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钥匙，就没有开车就回去。伊就吹着牛家己的钥匙，伊就别一个花车飞去。他就跟着别人回家了。伊就对了把人飞去。第二天，他来看那个地方。第二早起来看这所在。哇，好厉害！哇，真的惊人啊！平的，搞到炸平了。什么人都没有受伤，感谢主。阿弥兰波修香刚下去，还是没有感谢主。可是他想到说，哇，有一个东西在车子的后面的后车厢，他要打开去看。伊就想到伊的车后背有一包的物件。一打开，一拍开，还有一颗爆炸的，还没有爆炸的一个炸弹在那。他说那个晚上如果他找到了钥匙开回家的话车子就砰他连生命都没有了他就说他就说变成说如果我只要全锁匙我就开车我就车爆炸了哇他就说跪着抓谢谢你你让我的命保下来他就跪在那边感谢主说主啊感谢你没收到我的生命他说主啊怎么办教会没有了怎么办他就祈祷说主啊怎么好那个礼拜神给他声音到今天的一礼拜上帝给他喜欢不要借钱不能救你不要跟银行借钱不能向银行救你靠我把教会再盖起来
可了我将较高的物起起来。牧师说我知道，靠你我知道，但是那个钱还是要跟银行借。牧师就祈祷回答说，主啊，我知影苦，我知影苦，但是你还是要跟银行借钱。他说主啊，主啊，你来给我，给我一个可以借钱的银行。伊就祈祷主啊，主啊，当求你给我一个赚九万多的银行。可是神很清楚的声音告诉他，但是上帝真正清楚的声音解讲，未使借钱。很久那个声音一直在他里面说，不可以跟人借钱，不可以跟银行借钱，我可以供应这一切。真久的心里面，这个声一直出来讲，未使跟人借钱，未使跟人借钱，我做不了。他就跪在那里说：“主啊，主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必有预备。”伊就跪在那边讲：“主啊，主啊，主啊，我知影，你得有预备。”他就开始找很多工人，很多的建筑商，开始要把整个教会盖起来。伊就是去找真济建筑商，真济工人要将这教会起起来。盖到一阵子的时候，很多的里头，很多这个厂商要跟他要钱啊。伊起个就换了真一济迄个发展商要来买对啊。可是说主啊，怎么办？伊就讲主啊，就好。明天就有一家非常要紧的那家要跟我要钱了。明仔就有一个发展商要来跟我压对啊。他就跪着来说主啊。伊就跪在那边祈祷，主啊，我累，主啊，我累。第二天，第二天，非常奇妙，真正奇妙的代志发生。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头，伊在伊的这个 office 里。突然有邮差来了，忽然间有一个 postman 来，他就给他一张一个信封，伊就给伊一个照片，打开，伊拍开，里面。有一张100万美金的支票，100万，他说主啊，这是天上来的还是哪里来？他来不及问。伊讲伊祈祷个主啊，主啊是从天顶来，从天来，阿未。他就赶快把那个支票赶快发出去，拍那个支票，等一下都是假的，怎么办？就扛咩装嘢，这个啊，请咱经理拿回来，然后装嘢。他赶快把一些要付的钱付掉。伊就扛咩嘢回来，还那个灯箱。这耶稣，这个是耶稣。我谢谢你，耶稣感谢你。他们就把教会盖起来了。伊就咱从教会安尼起起就起个了。有一些钱不知道怎么进来的，他不记得了。为了伊唔知是安怎来，家己袂记啊。他就是把教会盖起来。伊就是安怎将教会起来。盖好了教会2年之后，起好了教会五年之后，他到新加坡去讲道。伊就去到新加坡讲道。在一个教会讲完道之后，一个教会讲道了以后，有一个中年人突然就找他说：“牧师，你好吗？你最近你们的教会还好吗？”有一个中年的人就走过来问伊讲：“牧师啊，最近好哦，你教会好哦。”他说：“奇怪了，他应该问我说，今天啊，牧师，你的道讲得很好，哎，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应该是这样，怎么会问我的教会呢？”你就奇怪，我这个人问我，我讲今天教导讲安怎啊，有问题啊，教会我会教会好哦。他就反问他说：“你为什么问我的教会？”伊就反对问伊讲：“啊，怎么你不去问我的教会呢？”你认识我的教会？把外告回咩？他说我知道。你在伊讲我怎样？他说两年多以前。两年多之前，我的工厂要破产了。我的这个工厂要破产了。我就跪在那里说：“主啊，你来救我！”我跪地面讲：“主啊，你来救我！”结果神告诉他说：“把你银行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然后上帝来讲：“将你银行所有的拢总压出来。”主啊，我要破产了，我什么都没有，你要我提出来做什么？伊就甲主讲：“主啊，你破产了，你个将个银行你拿出来做啥物？”他要我把那笔钱汇到你的教会去。伊为我将这笔钱呢，都寄到你教会。他说：“主啊，我不认识这个教会。”伊就甲主讲：“主啊，唔办钱教会。”我如果要捐的话，我要捐给我自己的教会。我那是被何类我人家奉献了，我也高位吗？为什么要捐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印尼的一个印尼人的教会？他们是会叫我去捐哦，那这里我唔办印尼人的教会。可是神
告诉我说，那是神跟我讲，你要不破产，你就靠我了。那是讲你不破产，你就靠我了。你就把银行的那个钱，剩下的一点点，你就是寄支票给一个教会。你就将这镭寄去，就整刷了，你知影？他说第二天，他看到他的信箱里面有一个代祷信，是要为印尼的某一个教会建堂。伊直接在那就看到伊的这个皮箱啊，有一条白布。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是为了引教会来这个祈祷，伊就知影讲这代志是出于神的。我就想，我死就死吧。伊就想，我死就死啊。反正也都没有钱了。没，已经是无钱了。我就只好把我的钱全部提出来寄给你们。伊就将所有的钱拿出来，就寄给我们。哎呀，那我是说，原来是你。那个牧师就说，哎呦，原来是你啊。他说，弟兄，请问一下，后来你破产了吗？他就问到这个兄弟，兄弟，后来你有破产吗？他说，感谢主啊。他就跟牧师说，感谢主啊。我的主是奇妙的。我的主是奇妙的。我把那个钱出去递出去之后，我将那个钱寄出去了之后，在一个月之内，我所有的订单回来，而且他们还要我慢慢的把钱付给他们。哇，那你一回起来，所有的订单、订单拢总对来发，都不要紧啦，那拢欠伊的钱的，伊还佫交，伊还佫叫我慢慢的啦。他就告诉他说，我们的主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都一起来分享这首印尼的歌，来自印尼的歌，很不一样的一首歌，叫《古猫金大耶稣》。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印尼的歌。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因为耶稣是爱我们的，必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我很喜欢这首歌。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带领我的主。Bye-bye.
我们基督徒对生命的一个期盼。那你要搞最生命的一个希望，不是在自己的成就有多高，不是在乎自己的成就多高，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主，是因为我们认完这位主耶稣。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 Michael Jordan， 他名字叫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是打篮球的， Michael Jordan 是一个打篮球的人。一颗篮球多少钱啊？这里啊，这里篮球多少钱？也许只有几十块，可能是几块，再好几千块好了，更好就没有几千块了，只是那一点钱，只是一点钱。可是在他的手中，但是在你的手中，那个篮球是好多好多钱啊，那个篮球是很多很多钱啊，这个篮球带给他很多的财富啊，这个篮球带给他很多钱财啊，他可以去买喷射机，他可以买一架飞机，他可以买很多房子，他可以买很多车。可是篮球在我们的手中不过是几十块几千块，但是篮球在我们手中只是一个几十块的。我本来看这个人叫贝克汉，这球篮不知道你把它贝克汉。足球多少钱？一辆足球的钱几十块钱啊，几十块好不好？可是对我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对我来说但不记得都没有，因为我不会啊，因为我不要谈，我这一生会有空没空去踢足球啊？我一生人啊是无闲踢足球的。除非我生气的时候，他都比我生气，我就把石头踢开了，他就冲去淘汰他对。足球的价值，足球的价值，在贝克汉的脚下，在贝克汉的脚下，带出了很多很多的钱，带出了真多钱。他这么一踢啊，一直踢啦。他的太太在欧洲可以刷卡刷几百万欧元了哈！一直去谈了，也报到的澳洲也刷卡了，刷几百万。他可是踢球啊，他可以到好莱坞拍电影。因为他以为可以到其他好莱坞拍电影。可是那个足球对你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个足球的路挂我们见到的。啊，这个人在台湾非常的有名，他是最年轻的高尔夫球的球后。啊，这球人在台湾很出名，他是拍高尔夫这个球后，这个对手。全世界都知道他的高尔夫球很厉害。全世界都知道拍高尔夫很厉害。他这么一挥啊，一只只挥啊，台币几亿就进来了。哎呀，这台币贵的都来哦。可是小白球多少钱？但是这个球值多少钱？对，没有多少钱。没了几率呢？几十块钱。几十块呢？可是，在他的手下，那个高尔夫球很有价值。但是到你的手下呀，那个高尔夫球啊，真正有价值。这个人你们可能不认识，他叫球苗。这哪方面？他很出名，爱情文艺小说。一直写那些爱情的故事钱。他写一本小说，一个字大概台币十块钱。一写一个字，大概台币十块钱。一本小说里头几万个字啊！一本这个小说里面的几万个字。他不是只有写一本书，他写九十几本书啊！一本写一本钱，写九十几本钱啊！他带出了文化王国。一抓出了这文化王国。一支笔大概只有几毛钱。一笔大概只有几十个字，没有什么价值啊，无遐尼简单。可是他的手的那一支笔非常的有价值。但是一张页手里面一张笔的真叫简单。你有听过吗？他在中国大陆拍什么《还珠格格》啊，那个都是他一支笔写出来的。你知不知？你会记得你看过中国拍出来《还珠格格》都是从你的手里面写出来的。我们唱泡泡龙井。你把这个人，我们唱泡泡龙井。他不会唱歌。真正搞笑，大家都知道他的声音是上帝亲吻的。伊个大家知影伊个声是不是上帝会听到的？在他的手中，伊只麦到伊个手中，把他的声音传到全世界，要将伊个声传到全世界。那个麦克风在他的手中是非常有价值。伊只麦克风到伊个手中是怎样解答的？我还跟各位说。我不敢再给讲东西的价值，物件的价值，在乎的是在谁的手里才有价值。在乎的是到底最主要手来把你搞笑。如果在你我的手中没有价值，到底如果我的手来可能是不价值的。可是爱美，那是爱美之母。今天的我，今天的我，
把我的生命交给主，将我的生命交给主，我的生命就带出无以伦比的价值，我的生命都带出了无通算的价值。什么东西在谁的手里才有价值？好物件在你自己手里头的，篮球在 Michael Jordan 的手中有价值，篮球在 Michael Jordan 的手中有价值，我的生命在耶稣的手里就带出更高的价值。我的生命都拿到自己的手里，你知道我现在走路有风的，那是圣灵的风，那是圣灵的风，圣灵与我同在，圣灵跟我同在，只要你是属基督的人，即便你是属基督，你与我的生命都有了这个价值。如果我的生命都要有价值，来来你好不好，我今日你看让你回来谈，我今日请来回来，我今日请到火顶人是帮死的恩才请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你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拢是上帝恩典。有的人躺在家里连动都不能动，家几人推我的出来，你动动你的脚，你的脚很舒服的，你叮当你卡是真正舒服。哎呀，我的手怎么举得很自然哦，那你手举得真自然啊，那是恩典，那是恩典。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人家你成为何等的人，我们来学习感恩之恩报恩，那对不对？哦，感恩再恩跟报恩，这个人你知道这个人吗？他知道怎么报恩，你知道怎么来报恩，他是打篮球的，他是打篮球的，他是林书豪，他的名字叫做林书豪，他把他生命的一个价值放在那个十七号，你看看他将他生命放在那个十七号人，十七号代表什么？十七代表什么？一代表我咯，一代表我，我属于七号啊，哇，小一七号，这个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美的数据，是神代表的数字啊，这个七号话是代表神的意思，感谢主，感谢主，你我成了何等人，那人成为安乐快乐，都是蒙神的恩才，浪是蒙神的恩，不要抱怨，唔通悲观，不要说我年纪大了，唔通讲我年纪大了，你每天早上起来，人大天早起起来，你对着镜子说，人对了镜头讲，这个人好年轻啊，这个人真年轻啊，这个人好漂亮。这个人真水啊！这个人一定可以做大事。这个人定可以做大事。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你那一天会不一样。你那一天定就无同款。一定不一样。定就无同款。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不相信？如果相信，那你坐在这里干嘛？你坐在这里做什么？你还是赖在那里干嘛？你坐在那边做什么？你为什么不选择行出那个爱出来？他们是用来给行出那个爱出来。教会需要你的时候，教会需要你的当下。我要说我不会，我不会。难讲我未晓，我未晓。那个手就断了，你手断了，连做什么都没有力气，连做什么都无力了。你要学习说主啊，我可以。你要很心动，主啊，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你知道吗？你怎样不？我发现很多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如果出来献诗是很美的事。我后面都听见你跳的啊，起码出来献诗啊，是真正水的代志啊。你每天在那里叹气，没有办法成就事情。
路那是到日大这边叹气。你每天要在主里头说，主呀，说假了。不应该到底主来边祈祷讲主真好。我来教你一个爱的磨叽的鼓励。我来教你一个爱的磨叽。你看完哦。来，再来看看。好，去带姐哈。假好，假好，信耶稣假好，那袂使。哎呦，你做好来，来拜拜，对，信耶稣。确定的时代，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唯一确定的是，唯一定到的是，你跟我需要耶稣，你跟我需要耶稣。你过去有多大的成就？你过去有多大的成就？让他过去，让他过去。你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你把酒定到在你上帝，你生命的价值在于他，你生命的价值在他到底一夜出来。过去的代志都可以过去了，不愉快的事情也丢给主，无欢喜的代志拢定我输呀。主知道你比你自己还要清楚，主怎样路比如跟你怎样路跟你更加清楚。把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如果你将你生命交耶稣，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被他翻转，转好多圈呐、啊。你发觉你生命会可以贵重未？今天你到这里来，今天你到这边来，你不是只听一篇道，你不是只听一篇道，你需要在圣灵里头有功可做，你需要在你圣灵里面有功可做，常常在教会当中，常常在你教会中间，不要成为浪人，不能成为一个流浪汉，你要常常跟神连在一起。对想跟主连做一回，你要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有家人的关系，对想跟兄弟姐妹的关系有家来的人的关系。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奇异恩典，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条歌叫做奇异恩典。这首歌给我三次学习的功课，这条歌给我三道学习的功课。第一次的时候，头一道的认识，我刚刚从电视台下来唱歌下来，我从电视台唱歌下来，很红金安，有一个非常大的布道会请我来。有一个很大的布道会，布道会请我来。我就唱这首歌。我唱这首歌。我非常神气的唱这首歌。我真正是大力哦，有点神气哦。是神气，真正威风的来唱这首歌，威风的。后来唱完了之后。后来笑了的人声，有人把我抓到旁边，有人把我抓到旁边，问我说：“你知道这首歌的意义吗？”你知道这首歌的意义吗？我觉得我好丢脸，我感觉我真下水。人家应该跟我说你唱得很好，人应该跟我讲，应该跟我讲你唱得真好。告诉我，你把这首歌回去好好的念过几遍，你会唱得不一样。那个人跟我讲，你回去。跟我练过几遍，你唱得不像了吗？我里面有一颗骄傲的灵。我里面有一个骄傲的灵。我就始终没有办法把这首歌唱好。我就不在头将这首歌来唱好。直到有一天，你搞到自己，我就一遍一遍的把这首歌的歌词念之后，搞到尾我将这首歌的这个。诶，歌的内容一遍一遍念过之后，我知道每一次站在台上，我怎样会知道站在台顶？如果没有谦卑的灵，那是无谦卑的，没有祷告的心，无祈祷的心，没有用生命来服侍他，无用生命来服侍伊，所有的一切，隆重的一切，不过是想的把名的罗，隆重都想到这胆诶。一个白加一香的罗的款的，没有意义，无意义。弟兄姐妹，兄弟姊妹，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在教会里头，在教会里面，
要像耶稣。要像个耶稣。出去也要像耶稣。出去也要像耶稣。不要糊里糊涂。唔但可以糊涂。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常常说主啊。常常讲主啊。你把奇异恩典给我。将奇妙的恩典赏赐我。给我改变的生命。好啊，一个改变的生命。虽然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虽然我的年纪无济无少了。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无论长短都在你的里面。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无论长短不断地在主的里面。分享这首奇异恩典。分享这首奇异恩典。分享这首奇异恩典。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我再有流浪的生命，
我不再有流浪的生命，是带出你爱的价值的生命，是带出你对爱的价值的生命。不以我的年纪大，不以我的年纪大，拒绝很多爱的交流，故作真正借爱的交流。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学习爱我们家的孩子们。哦，来爱我出来的囡仔，不是只要我的孩子爱我，唔通，干了爱我的囡仔爱我。我求你，我求你，让我把满足的喜乐笑出来，会将我的这个笑面来笑出来。我的孩子们看到一个榜样，我的囡仔看到一个榜样，就会学得像我一样，对，学像个我同款，就像学像耶稣一样。都想跟我哦，耶稣安尼款，给我更大的恩典，给我更大的恩典，让我有更喜乐的生命，给我更喜乐的生命。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爱教会，爱教会，爱牧师师母，爱牧师和师母，爱所有的同工们，爱所有的同工，为他们祷告，为伊人来祈祷，为他们的生命不断的在主里面求。为爱生命无停的祈祷，求他们的生命更像耶稣。祈祷的来生命更像耶稣。主啊，我虽然这个年纪，主啊，虽然我是这个年纪，但是主啊，你奇妙的恩典，有奇妙的恩典，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在这个日子的中间，不断的加添给我，无停的加添给我，帮助我，帮助我，学习爱你。哦，爱你，我宣告，我宣告，我永远的爱你，我永远的爱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权，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管，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宰，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宰。谢谢你，感谢你，为着今天早晨的聚会，为了今天早晨的聚会，我求你，我求你，把一个感动的灵，将一个感动的灵加倍给我，给天给我，帮助我，帮助我。脚在你的每个地方，脚大的每一个所在，要带出你的荣耀，要抓出你的荣耀，要带出你的荣美，要抓出你的荣美。帮助我，帮助我学习，哦，来传福音，来传福音给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听。谢谢你爱我，感谢你爱我，谢谢你，感谢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来说。阿门。